黄佩、陈晓华、吴业坤、曹永廉、林绮琪、黎燕珊、杨玉梅等为新剧试造型。Hira 喺剧中同黄佩有唔少对手戏，另外仲同坤哥演情侣。不过现实中佢就比较想拣黄佩噃。咁因为我同黄佩之前有合作过，咁所以咧嗰阵同佢合作嘅时候咧，就认识咗佢为人，都真系不错嘅，又识照顾人啦，又好好啦。咁但系坤哥因为我第一次同佢合作，咁所以如果现实生活中咧，我应该会拣一个我比较熟悉嘅人。呢次都系 Hira 首次担任女一，会唔会有压力咧？心情其实都系想保持翻平常心啦，因为其实发现咧，原来越紧张咧，即系越容易 NG 好多次就无谓累到大家啦。咁所以咧，但系反而我自己有啲压力嘅系。大家都好瘦，所以我都要再努力減肥。你瘦？你邊度瘦？係咯，我邊度瘦啊？冇瘦咯。你邊度肥？廣佩劇中擁有超能力，佢話同以往嘅角色好唔同。我係會同外界係有啲社會障礙，所以説話上啦、對白上係會比較短小啊，或者比較即係唔想同人接觸。咁我覺得呢個係。對我嚟講係幾考我演技，因為我未試過即係可能唔靠對白，佢點樣去交代俾觀眾知我嗰一刻個角色嘅內心世界。